嗨，大家下午好，我大东又来了。今天有没有兴趣想要看我们怎样把 Helium Gas 80kg 的 Gas 搬去二楼送给顾客？走，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 ，Let's go！ 今天做孤立当 Gas 桶。安全第一，一定要绑上安全带。松了，再固定，重新固定好。你们以为搬水搬了吗？我要把空调关下了。